你家里是不是有个爸爸？是不是还有一个妈妈？你爸爸是不是留着短发？你妈妈是不是长头发？你家人都只有一张嘴巴，是不是没有人长尾巴？你哥哥从来都不来姨妈，你的手机肯定有张电话卡。小弟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？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嗯，假话呢？不好看。那真话呢？真不好看。美女，你的外卖。你说什么？嗯，你的外卖。上一句。美女。滚！杀！谢谢。有人。我今天花200万给自己买了一辆保时捷，签合同和刷卡的时候呢都很顺利，就上牌的时候呢，被尿给憋醒了。